啊，该如何撰写？那比如说我今天呢，把刚刚的程式这一串，啊，如果我今天要把它转移到 VBA， 那你大概至少要了解它的程式的语法有哪些不一样。第二个，建专案的方法有哪些不一样？那你要怎么转换？所以第一个哈，我们环境我刚早上有提过，请你第一个打开这个 Excel。第二个的话呢哈，点选那个开发人员，开发人员一定要自己叫出来，预设不会打开，它的位置在其他命令里面的常用，常用里面的那个在功能表上显示开发人员表，就要打勾哈。不过2010以后的版本的设定方法又有点不太一样哦，不是在常用哦，它好像是在。大概是设定这个位置，它有一个什么启用开发人员标签啊，不过大概说差不多，反正那个开发人员标签哈，它预设是不会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个原来是没有，那除非说你有开发程式的需求，你才会去把它打开，也就是说，所以有些之前有听过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些同事都互相勾心斗角的话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但他你可以看到他有开发人员是打开的，表示他会写一些按钮，那个按钮的好处是一按就是事情就解决了，那你会觉得啊这好神奇哦，可是你问他可能不一定要告诉你，他说没有啊，这个已经都有了，那你想怎么会有哦，他也不告诉你，那慢慢的话你都要就是你要自己另外学，那个 VBA 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你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可以把它写成一整个程序，那这个程序一执行完你报表就产生了，事情就做完了 ，OK。所以有些厉害的人真的一整天的事情很快做完，但是他也不能让老板知道，所以他一整天就可以慢慢摸摸摸摸，然后跟人家聊天，对不对啊？很轻松过一天的，然后东西就交出去了，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你会写程式跟不会写程式，我觉得差异还蛮大的，尤其在工作效率上面，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会写程式，你下一次再按一下。又有新的报表产生，那你不会的，你又重来再做一遍，就差别在这里。所以当然相对的如果可以，你就尽量可以把你的工作整个全部串在一起，变一个程序。那如果会改变的，你就变加一个变数，然后让它 input 嘛，就刚刚那个 input 就是变数嘛会变的地方就是一个变数。那你要把那些变数都抽离出来，然后慢慢再去。需要的改一下，改一下，它就产生你要的东西，其他都一样嘛，只是变数部分不一样，所以你要去分析说，你这个案子里面有哪些是会改变的，你就把它抽离，把它写下来，对不对？然后进变数，给它名称，给它名称，然后让它 input， 不一定 input 啦，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取得那个值，好 ，OK。那如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写，一开启 Visual Basic。好 ，OK， 在那个，我们刚刚是启动 Eclipse 嘛，然后接下来的话，在 Eclipse 里面是要自己建专案，所以特别注意，刚刚我们是从这边去 new 一个新的什么呢？新的一个 project 有没有？那在这边的话呢，你不用建 project， 因为它已经预设就有了，所以你会发现 VBA 本身上方就是一个什么 VBA project， 意思就是它已经帮你建好了，你不用建那个。这个专案所以专案不用，但是你一定要建什么？建 module。OK， 那刚刚我们是在 SRC 上面 new 什么？所以这边我们讲，去 cancel 一下，在 SRC 按右键 new 一个什么 ？new 一个 module。那其实这边有点类似在 VBA 里面记得是在这个任何的地方按右键，这个专案的下方任何地方按右键，插入一个 module 就模组。有没有？所以 VBA 里面是写在模组里面哦。OK， 好，所以我就插入个模组，你会发现有个模组。那接下来的话请你把程式写在这个模组里面。不过 VBA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刚刚我们是直接就写程式在上面，但是 VBA 多一个，就是它可以分成好多个副程式，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副程式的叙述。那怎么插入？上面有个插入程序。程序的部分呢，用 sub 名称，也许叫什么？我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叫年龄判断。好，那你会发现它会多一个 sub 就副程式，也就是它的 module 里面可以切割很多支程式啦。那在那个 Python 里面，理论上我们就是单一个 module 就一个程式，
差别在这里而已哈、哦。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写刚刚那个程式？我就把它写在这个 sub 里面哦。好、哦，那当然呢，第一个哦，我假设哈、哦，因为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明白到底它两者有什么差别，所以我直接拿它的程式复制过来，直接贴到这边给各位看好了。好、哦，我要贴上。不过因为缩排的关系啦哈，我把它按 tab 一下，下一阶 OK。那理论上哈、哦，第一行哈、哦，在那个 VBA 里面哈、哦，特别注意不用转型哦，所以你会发现哦 ，VBA 我常讲哈、哦，它比较人情味一点，就是你不用转型，它也会知道其实你为什么会比较，而且用一个数字用一个文字来比较，表示说你忘了转型。那 VBA 这一点哈、哦。他还蛮有人情味的。好啦，我知道你是应该是忘了，没关系，你不转型也可以。OK， 所以特别重要，你文字哈、啊、要比对哦，在 VBA 里面是 OK 的哦，不用转没关系哦，他会自己帮你转。好、哦，那底下的话呢 ，input 它不叫 input， 它叫 input box，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叫 input 的东西，它叫 input box， 哎，它会跳一个讯息方块哦，然后请输入年龄八哈，第一个差异点。还有转型不用、哦、OK， 所以基本上 input 把改成 input box， 第二个不用转型、哦、第三个的话 if 它也是 if， 后面一样是多逻辑，可是呢它的冒号、哦、在 VBA 里面不是冒号，它用 then then、哦、所以第三个差异、哦、第三个差异，第四个差异的话呢、哦、我们底下的逻辑 L如果是在那个 在 Python 里面是 elif， 不过 VBA 的名称换了，它叫 elseif。OK， 加一个多一个什么 else s 一加一下，好，然后最后的话冒号也是一样改成 then， 所以特别重要，如果你看到这个冒号哈，一律改成 then 就对了。然后这边的话 l 好改成 l 加 s 一 ，OK， 好，然后。最后的那个 else 哈，后面不用冒号，它必须要在那个最下面哈加一个 end if， 它有 if 一定要 end if， 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好，那不过 print 了哈，它会 print 到下方，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啊，执行，然后它会这边有个执，哎，有没有放这个程式里面，上面一样有个执行。再来的话它有一个这个啦、哦、print， 哎，它也不是 print， 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不一样，请你把 print、哦、改成、哦、跳出那个视窗显示、哦、然后那个跳出视窗显示叫 message box MSG BOX、哦、它里面有好多个，干脆我用取代的、啊、message box 把 print 改成 message box Ctrl H把它取代，把 print 全部改成那个 message box MS 区 box 全部取代一下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程式全部由 Python 改写到这个 VBA， 然后我们看一下执行结果一不一样。好，跳一下执行，上面也是执行。好，有没有，哎，请输入年龄，我输入25岁，按个确定。那特别注意哦，我输入一样是文字，但是它蛮贴心的地方是它没转，我没转型，但是它也接受哦，确定。哎，有没有青年？那 message box 在这里了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只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基本上哈、哦，其实它是有差异，但是我是觉得差异哈、哦、大不大？好像，不过好像要记的东西也不少。对齁 ,OK。好，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啦，这个我想仅供各位参考，因为未来齁你们应该也会遇到说我到底应该用哪个工具比较好。如果你两个工具都可以会用的话，那你有选择权。那如果你两个工具齁只会其一的话，你说真的你已经在 Excel 里面来，我是建议啊用 VBA 最简单。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像你在台湾跟在国外一样。OK， 好，如果你是本国嘛，你就本国很轻松嘛，你买东西你也不需要拿护照干嘛的。那但是如果你出国就不一样，所以 Python 要来处理 Excel 的档案的资料，有时候相对还是比较麻烦。
虽然它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 VBA 来的简单。OK， 那里面大概有几个，一 ，input 改 input box。二的话呢就不用转型哦，三的话就是冒号改成 then， 所以这个后面的冒号都改成 then， else if 啊改成 else 加 se， 然后最后多一个 end if， 并且把 print 改成 message box， 这样就 OK 了。那另外我在那个云端上还有分享，就是你不是只能用 input， 因为你会发现 input 太麻烦了，你会想说，那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干脆哈拿 excel 直接做输入跟输出？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齁不要用什么不要用这个 input box， 我直接在这边直接请你帮我输入年龄在这里，我把结果丢到这边给你，就是直接把 Excel 怎么样当成是输入输出的一个平台。其实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好，怎么做？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来画面先还给各位齁。试着把那个 Python 的逻辑判断齁把它转到这个 VBA。好 ，VBA 记得就是第一个哈，不用建专案，但是呢，你需要建模组哦。OK， 第一步就插入模组。反正以后呢，你要撰写 VBA 的话，第一步骤呢，记得就是插入一个模组，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插入程序。好，记得哦，插入程序，程序名称我叫，也许你给他一个中文名称也 OK， 英文名称也 OK 哈。然后试着把刚刚的程式稍微做一个修改哈。